的人嘛，就是是很开心的歌。好又是就是我们 EP 里面的两首歌，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带回去。我们家在餐桌吃饭的时候，我爸都会一直重复的放这两首歌，是一个还蛮开心的，就是听了就会心情很好的歌曲。那你爸不会说卖炸啦，我被跨新闻呐、啊？不会不会，他们都很专心，对，他们在回想他们的暗恋。好好笑，好好吃哦。然后一张是这150，所以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来找我们。然后刚有提到，就是我们带一些我们乐团的小贴纸，然后放在大家的右前方的这个箱子上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就是要这样走来走去的话，可以带一张回去。然后下一首歌曲是叫做《台北调》，这首歌是我们去年最我们乐团去年最被大家认知的作品，因为它是那个柯文哲市长的竞选专辑里面的一首歌。柯文哲市长，对对对，大家应该还知道这个人是谁。然后呢，这个歌曲呢，就是他在描写一个城市，非常的开心美好，有很有明天，很有光明的未来。那城市里面有人，那人的声音呢，让这个城市变得很美丽。所以是一首很开心的作品，叫做《台北调》。台中哦。
不是我情不，我怎么记得上次好像是高雄？不是我情不自禁，好不好？上次是嘉义。没有，怎么这样记错了？他很喜欢乱讲话。到台中，你去高雄，对，台中，没错。你上台前不要喝酒了，三宝。